我觉得细致的眼线是每个女生一定都可以画，那尤其像亚洲女性很多都是内双眼型，你要是画了一个太粗，其实反而会让我们的双眼皮层消失。眼睛有不有神，重点就在眼线的画法。彩妆师直接在现场帮民众画今年秋冬最流行的妆容，从眼神到唇色，一整脸画出平常不会画的妆感。这次有主打两个妆感，一个是眼线跟唇彩嘛。就我发现，就是虽然这个眼线的妆感觉比较强烈，可是还蛮多民众都很想要去做一下这样的体验，他们也会想要学习，就是怎么样画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眼线。想尝试不一样的风格，日系开价品牌在信义香堤打造一处快闪店。一整区都是彩妆品，吸引路过的民众一探究竟。我刚好在路边刚好买东西啊，然后看到这个活动就过来看一下，因为我对彩妆很有兴趣，然后刚好今天晚上要参加 party， 就顺便补一下妆，还不错。提供消费者自己选择彩妆，连续六天可以免费试用，还有机会拍照打卡，在圣诞节期间美美的留下纪念。三立新闻蔡明华、吴思瑶台北报道。